OK，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箱子来开始分享。OK，那我们先从这个箱子来开始分享。这个是我们摄影配件包，就是我们的电池啊，各种充电的东西都在这个包里面。那里面还有包含几颗镜头，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摄影包，但它已经放不下，所以我就把它塞到这个箱子里。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摄影箱，但是我把它放一些电池啊，因为我不想要让电池碰撞，我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隔开来，像是我们。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分享。OK，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做分享。OK，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做分享。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摄影配件包，里面就是各种摄影。OK，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做分享。那这个箱子就是里面塞满各种东西，这是我们的摄影配件包。那我看到很多人的摄影配件包都跟他们的相机啊、摄影机啊，全部都混在一起。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做分享。OK，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来开始做分享。那这个是我的摄影配件包，那里面摄影所有我需要的小小配件，我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像是有电池啊、行动电源、充电器啊，任何的线材。荧幕啊，还有我们的手机遥控器啊，还有一些什么遥控器之类的，都在这个箱子里面。那还有一些比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箱子开始做分享。那这个是我的摄影配件包，那这就包含了所有摄影应该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在这个箱子里，像是我们的充电器啊，然后一些行动电源、相机的电池、相机的充电器、任何的线，还有荧幕，还有一些遥控器的部分都在这个箱子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记忆卡，你一定要多带几张。反正就是不管记忆卡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就是多带几张。你拍完有时间你就换卡，然后你记得不要把它删掉，就是你备份完。就是你永远卡，你卡应该是永远不会在拍摄的过程中去格式化它，就是这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一定是拍摄整个专案，那你每一张卡全部都有一份档案，然后你电脑又有另外一份档案，整个专案执行完，你确定你备份了几次后，你记忆卡才好把它删掉，就是这还蛮重要。那其他就是一些像是耳机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监听，那你需要自己的耳机之类的。然后有一些相机擦拭布啊、布纸跟湿纸巾都有。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工头，这个是大家都叫它机机的部分，这个也还蛮好用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但是如果用得到，就派得上用场。因为你摄影机的兔笼，你也可以用3/8跟1/4的头。3/8的头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这台摄影机整个把它夹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或是夹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你可以锁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就超级好用。那灯光也是，就是你如果你要加个小灯之类的，像是我的包里面应该会有一盏小灯。那在这里，这一盏小灯，这盏小灯也真的是超级好用。就是我觉得摄影组其实跟灯光组其实是同一组，就是你如果这两组不互相配合的话，你整个片就会乱七八糟，就变成我们摄影组也是会携带一些小灯，像是这样子来辅助灯光组，因为这像这样的小灯真的是非常好用。拍上用场非常非常多次，它就是一个小小灯，然后内建电池，而且处理还蛮强的一个小灯。那这样的小灯就是你可以用这样机机啊，就是那个工头的部分，你就随便就轻松的就锁到任何地方，相机上啊，随便的 C 角乱夹都可以。那这样子真的是超级好用的。那我摄影包里面还会多带几颗 AA 电池。那摄影包里面我会自己，那
摄影包里面我会多带几颗 AA 电池，那因为我之前有拍摄过，就是可能像神灵组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池充一充，或者是他干嘛，就是没有充到他的电池啊，然后他又要再找制片去另外去买电池，然后就大家都在等神灵组，或者是在等其他东西，反正 AA 电池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可能像是他要开电池，然后没有那个遥控器没有电池之类，这个也可以派上用场，反正就是带一组。就是可有可无，但是就是备用，有用到就有用到，没用到就没用到。然后箱子里面还有一些你要组装摄影器材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个像是这样子大支的会比小支的好用太多了。你这样小小支的，你锁紧的力道就可能比较弱，然后对它就是方便啊，你可以随身携带，因为它刚好就在兔笼上面。那你随时兔笼上面这个手把，你就可以把你要锁的东西或者是要拆的东西，就拿这个就可以轻松拆下来。但是你如果有东西像是下面的快拆板，还有你一些下面连接稳定器的部分，你就用这个会省力很多，而且你可以锁得非常非常紧，就让它不会随意的可能在震动下然后就松脱。这个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就 B&Q 买的，那还蛮推荐的。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各种小小的，你要知道你上面所有的零件，像是我有那个萤幕云台的部分，像是这样子，荧幕下面像是这样，荧幕下面的云台，那它下面旁边的六角扳手这个螺丝特别的小，那你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像是跟焦器呀、啊，或者是一些小小配件，它的螺丝的这个六角扳手跟平常的这种大支的锁相机快拆板的六角扳手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携带，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你可能就很相信这个器材，然后你拍摄的时候就出事情，我就已经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在拍摄的时候，这个忽然就给它松掉，然后螺丝就给它掉出来，然后整个就是拍摄就变成乱七八糟，所以就是，六角扳手记得带齐，然后就是各种大小，你不知道你会带什么器材，那你就要在现场把所有你可能会拆装的东西全部把那些六角扳手都备齐，这样就比较不会出事情。那摄影配件包里面就还有几颗镜头，那摄影配件包里面就还有几颗镜头啊，然后还有我们跟焦器的东西，跟焦马达、跟焦器电池，还有一个神奇的齿轮云台。这个齿轮云台，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好用，不管你在拍摄平面或者是动态，就是我们在拍摄剧情片的时候，这个也非常非常好用，你可以派上用场非常非常多次，因为你有三项独立的微调，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这跟三项云台不太一样，三项云台是你松开，然后它就是一个大范围的调整，这个齿轮云台你可以在这样微小、非常微小的去调整你的水平、你的 pan 跟 tilt， 然后各种就是三个轴啦，四个轴算四个轴，就是三个轴加。三个轴啦。反正这个齿轮云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你可以把它装在一个矮脚上，你的正常的脚架上，或者是你装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都可以。你只要想办法把这个装到你的任何支架上面，你的，反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用，我已经派上用场非常非常多次。你就是在你没有办法调整水平，或者是你想要的高度呢？油压云台去不到的地方，你可能真的要非常非常低，然后你也定着一个很酷炫的角度，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你可能只是要 tilt up 之类的，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tilt up 的轴松开，你就可以轻松的就是 tilt up， 你就可以单纯 tilt up 这个齿轮云台，而且它还蛮滑顺的，就是你可以只单纯去调整一个
反正这个齿轮鱼台真的是派上用场非常非常多次，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棒的配件，配件吗？就是一个器材啦。那你真的，你可以，如果你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拍摄，那你可以很轻松的去调整你的水平、你的 pan 跟 tilt，去细微调整，把一些你想要的直线跟一些角落的那个90度的角全部都刚好再顶到画框，就你可以完美构图啦。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用油压云台，那它可能就是，就不一样的工具，那就看你想要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油压云台没有办法调整水平到这么精细的程度，就是你在真的是轻轻一转，你就可以微小调整那水平的一点点的角度，那这个是油压云台是没有办法办到的。然后你如果想要在一个固定的角度，但是你需要去 pan 啊，或是你单纯是要 tilt up down 之类的，那这个油压这个齿轮云台也非常非常好用，因为你可以直接松开某一个轴，它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滑顺。那它的尺寸也非常非常的小，那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矮角上面，或者是你正常的角，或者是你可以塞到任何的一个小角落，你都可以轻松做神奇的拍摄，就是你油压云台到不到的地方。这个齿轮云台，真的就是派上用场非常非常多次，我就是超级喜欢这个东西的。那我是没有看过有人在用这个东西在拍摄剧情片的啦，但是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工具，那要用不用就看摄影师个人喜好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备用，那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备用的荧幕，那就是可能你的主要荧幕故障还是干嘛，就备用一下，可有可无的东西。行动电源，我觉得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假设摄影，就是你在拍摄，然后你在充电，那忽然可能跳电还是干嘛的，或者是你那边的插头忽然莫名其妙被不知道的人拔掉，然后你电池都没有充到，那你就是你可以用行动电源马上急救，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备用的方案啦。就是你假设你真的是电忽然什么都没有，那你行动电源就可以派上用场，或者是你要借别人可能要用什么图传啊，或者是他的荧幕还是怎样，他要供电，那这些行动电源真的是还蛮好用，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不会说哦哇塞，我们电都没有，像是这样的小灯，那可能就是忽然它就没电了，那你就需要用行动电源马上可以供电，然后它的输出瓦数也蛮大的，它可以到45瓦，所以你可以推动蛮多东西的，像是这样的小灯都不是个问题，所以就行动电源就是多带一些吧，那这样小灯。讲到这盏小灯，虽然它是一个，讲到这盏小灯虽然是厂商直接，那讲到这盏小灯，我真的觉得，讲到这盏小灯。那我们再继续讲这盏小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盏小灯，因为它的控光配件还蛮齐全的，它有一个柔光罩，然后还有一个蜂巢，那它的蜂巢是特殊把它切成。那再讲到这盏小灯是 Adam Cube，就是再讲到这盏小灯，我真的觉得这盏小灯比 Aputure MC 好用，虽然他们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用途，像是 Aputure MC 就是可能像是放到你的背景啊，然后当做一个 practical light，就是你可以拍摄它。拍它的一个灯具，那你也有一些酷炫的效果。就是你如果连接4盏、8盏、12盏之类的，你可以有更多的玩法。那这一盏用途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是就是在一个特写镜头，你可以很容易去藏在一个头发后面啊，或者是你要勾勒什么东西的线条，就直接轻松的放在画框外面。那你这么轻巧，然后它也内建电池，你就可以直接
非常容易放在画框外，然后夹在一个地方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好用。重点是它的出力还蛮强的。嗯，不错。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多买了一个蜂巢配件，那它就可以更容易的控制你的光线，要照到哪些地方跟不要照到哪些地方都可以轻松控制。反正，就是我带放这一盏灯在行李箱，那它派上用场次数比 Aputure MC 还要多很多。对剧情片而言呢、因为它的出力是18瓦吧。18瓦，你真的在拍剧情，18瓦，你真的在拍剧情片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把光圈缩很小，然后又加个 ND，你要，因为在拍摄剧情片，在拍摄剧情片的时候，出力所有的灯都很强，因为你可能要把整体的环境提亮，拍室内的话，然后你要。再加个 ND 啊，或者是缩光圈、缩很小之类的，那这样子的灯才可以派上用场。MC 那个5瓦灯就是变成，可能你在拍摄其他的室内很昏暗的地方，你可以忽然补一盏小灯，那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拍摄剧情片这样的比较大的口袋灯，真的是派上用场的次数多很多。那我也觉得非常好用，而且它是 Made in Taiwan 台湾的公司，反正就有兴趣就去看一下。那 Aputure MC 我也是会多带几盏。那 Aputure MC 我也会多带几盏，因为它有的时候不只是在拍片的时候会用到，你可能在一个黑色的房间里面，你也可以很容易去派上用场，就是来找东西啊，还是干嘛的？因为它真的是太小了，小到一个很难，就是我就有一个小洞，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轻松的塞到我的袋子里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灯具。然后你如果真的要把它派上用场的话，它灯光品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它就是一个5瓦的小灯，它能照亮的范围，然后它的面积的大小就是有一定的限制。那你如果真的要比较大，比较反正就各有优缺点啦。就是我们都会随身携带这样的小灯，让你在拍摄的中途，如果真的需要派上用场，你就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它就是这么小。那接着里面还有那个我们的无线跟焦的部分。那接着里面摄影箱，接着还有摄影箱里面有一个无线跟焦的部分。那我觉得无线跟焦，接着摄影箱里面还有一个无线，那这个摄影包里面还有一个无线跟焦的遥控器啊，无线跟焦已经在相机上面了。反正无线跟焦，我觉得真的是超赞。那接着这个摄影箱里面还有一个无线跟焦的部分，这比较特别，就是小小的无线跟焦，这个也没有到很贵，就是 PD Movie 的 Light Air 2吧。那摄影箱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无线跟焦遥控器，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巧，就是你如果要自己使用的话，你也是可以自己使用。那你如果要给可能你的摄影助理，就是超棒的摄影助理去跟焦的话，这个也很好，就是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就是很小，你要装在你的相机上当一个手轮，其实也是可以。那你要单独拿去给别人，然后用图传在那一根也是可以。那上面虽然是没有像是大的 Tilta 的那种原理吗？还是怎么样？他们有那个尺，就是你可以画你的尺标的地方。那你也没有任何什么华丽的一些功能之类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靠你的手感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就转就对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奇功能，它就是一个 AB 线位啊，然后你可以去调整你的镜头的方向之类的，就是基本的功能都有。那你没有任何华丽的荧幕去调整一些什么频段啊，还是干嘛的？但是在这几天拍摄下来，就它也没有出现什么任何的问题哦，除了它可能精确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无线跟焦的小小首轮，那这个东西也还蛮好用。这个是 PD Movie 的 Live Air 2，那你可以轻松的，你如果要自己跟的话，你可以直接就加在你的导管上面，你就可以自己跟。那你如果想要把它拿出去分开来，可能给你的助理，超棒的助理去跟，然后用无线图传这样子也是可以。那就它就是一个很非常简单，但是还蛮稳定的一个无线跟焦，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啦。然后它的什么 AB 线位啊，然后一些什么镜头转动的方向之类的，就都有，就还蛮推荐的，而且没有到很贵，就是，哼哼。好，然后就是几颗，OK，那就是几颗镜头。一大堆的 NPF 电池，然后一大堆的 NPF 电池。哦，还有这个一转四的这个，还有这个一转四的这个也非常非常好用，因为你通常拍片剧组各种人都在抢插头，你灯光要抢插头，美术要抢插头，然后装书法还有那个书画也要抢插头，然后你现在摄影组也要抢插头，每一个插头都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你可能一个插头只插两个洞真的是太浪费了，所以你一定要带这种就是一转二或者是一转四插头。那不管它是三插还是两插都好，反正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啊，不然你一定会插头不够，然后大家在抢，然后莫名其妙你的插头被拔掉，结果你什么电都没有充到，就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那充电器就是那相机的充电器，也就是多带几组，就是不同的充电器。因为我是充 NPF 电池嘛，那我一个是吸铁，一个是那充相机的充电器，不管你是要充 NPF 电池、LP16 还是 V 挂电池，你能带两组充电器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你通常一组充电器你可能就 OK 够了，但是你可能那个充电器不知道是怎么样。线啊，接触不良啊，然后可能它的接头可能被你插凹了之类的，就反正拍摄现场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反正你有备用就会比较安全，所以就两组充电器。
OK，那还有一些，OK，那这边还有一些，OK，这就，OK，这边还有一些我，OK，那这边还有一些就是我提早把它拿出来，反正哦，充电器就是你各种线都要准备，就是很多很多份，像是 Type 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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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然后 Type C，那这边还有一些就是我提早把它拿出来的东西，那这些线材也非常重要，就是你也是要多带几组，像是 Type 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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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然后 Type A、Micro USB，然后 HDMI、HDMI、HDMI、Micro HDMI，然后各种的线你都要把它备齐，然后多带几条，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把那条线凹到，结果你就不能充电了，或者是你不小心那条线就被别人 A 走了，你就少一条线，反正你就是多带几条。备用。那我的相机是用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整个兔笼拆掉，就是你要减轻重量，你可能要有特殊的使用情况，你要架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你就会用内建的 LP16，所以我 LP16 也带了一些。然后我备用相机也就是带了一台 Canon 的相机，就是你假设你的那主要的摄影机真的是挂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或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你还是有一台备用相机，就不管它是好的还是烂的，你还是可以继续执行你的拍摄，不会就是大家在那里等那台相机说，怎么开不了机，还是怎么样，或是就反正备用机带着，然后还有快拆版的啊，就不管你是用 Manfrotto 快拆版，你用 Arca 快拆版，因为我现在整套都是用 Arca 快拆版，不管我是影像稳定器啊。各种支架，各种云台也都是用 Arca 快拆版，全部都是转 Arca 快拆版啊，就是看个人喜好。如果你的相机太重了，超过3公斤，那你可能 Arca 就不是一个最佳的选项，你可能就会去买只沙雀的啊，反正就是快拆版，多带几片，就带两片啊，至少带两片，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呵呵那这里还有两只比较短的导管，这里还有两只比较短的导管，那我就是带着备用，因为我在拍摄前我才另外去买一个。那这里有两只比较短，那我有多带两只比较短的导管，这是原本的导管，因为我在拍摄前才去另外买另外两只的25公分吧，25公分导管在上面，因为我有一只70-200。就是我可能会用到，但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上导管，然后有这个镜头支撑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我买两只导管，然后我也备用了另外两只比较短的导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结果根本没有派上用场。